晚上又齐聚将军澳电视城出席慈善晚会，出席的歌手中包括了即将复出举行歌唱的陈慧娴。复出的第一关当然就是面对镜头接受访问，有一点点紧张，开心都是觉得开心啊，兴奋啊，就是有一点点紧张。这是我演唱会的一些，就是好像彩排一样。为什么今天选了一个低胸的裙子出来？没有低胸啊，没，不知道啊，不是我自己选的。跟之前你的形象有一点不一样。不是啊，看了在台前一些男士流鼻血。没有啊，不知道啊，这是不是我自己选的，是我的帮我做造型的人帮我选的。紧张的陈慧娴加上搞怪的李克勤做访问擦出火花，当然不及他们在台上的合作来得亮丽。